帅啊！我敢说不帅吗？一点不帅。他刚跟我聊，就刘宇轩，然后还没说。我要洗脸。他就故意大声说给你听。爱什么呀？动腿。就可能因为你爱上李大长了，就那种。没有，那有毛关系啊？那你们俩为什么那么就故意刻意呢？哪里刻意啊？就是本来小声说话，你进来你有没有觉得动腿？可我没有说。就想让你听见那句话，弄他。好熟悉。你听到吗？他当时还没进来吧？你不在后面进来的吧？自从站在这儿，嗯，然后我先洗脸。不是他，没有没有，他本来跟我是小声说，你也故意的。我在想我染不染头？我染不染头发？说了吗？嗯，你不是刚染吗？给我寄了灰色的，然后丢。让我思考一下，那爸爸先洗个脸。爸爸多少票？